面呼吁这一些民党立委赶快弃暗投明，不要再站在民意的对立面。日本可乐食品到底要不要开放进口？反对声浪不断，民众担心对健康造成影响。国民党采分进合集方式反核食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推动反核食公投联署，党中央则力推罢免挺核食的绿委。国民党8号召开挥罢免之剑砍核食之官记者会，呼吁民党的立委不要当差役立委，要当民意立委。而且啊，还进一步点名柯总召，如果你柯建铭执迷不悟，还要继续跟所有民意对抗，那我们就决定推动罢免。罢免的话，柯建铭你的招没起啊，你绝对是头号战犯。怎么柯总召最近这么火红啊？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